好，正确答案又是我们 Musa 这边获胜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拿到最后冠军的是 Musa， 终于这一队两位准备拿奖金。那很没射中的话，这一标就浪费了。哦，对，好，第一标不能，这个气球那么大，我看我们后退一点，用力一点。这就一标，好，来第二标，请准备。哎，我们一人五标啊，不用不用，你先射五标好了。对，你先射。对，因为很厉害，现在多还好。哎，这个好尖哦，这很尖的。离远一点，它超恐怖了。它超恐怖了。两标，再偏左一点，再偏左一点。你好，杀了吧？没有，你要用力一点。气球那么大，直的直的，气球那么大，对。终于第三标，大声这样，来，夜市摊贩都还好，他们答题能力很强。对，那个气球爆的时候好大声。好来，那么题目是，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线索是香港金曲四，好，香港金曲，请完蛋了，题。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要。是一生意义。光辉岁月，什么歌？什么？光辉岁月，研究一下吧。继续唱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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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光辉岁月，光辉岁月，恭喜答对。来，唱下去，来，阿米老师帮人伴奏。那你去好，章鱼，终于要下标了，章鱼轮到你，大力一点，真的，大力回不来，好紧张，气球很大，很好射，怎么位置都差不多，超难的，真的很难射，气球那么大，低一点，对呀，这个，等一下这边没有机场，哪来的呀？哑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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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这么多吗？剩下几标啊？剩四标，四标啊？怎么会？哎，这很难吗？宪哥，你帮他们设一个了，设一标了，好不好？宪哥，帮他们设一下。没有设到的。你想要哪一标？来，哪一颗？这个设不中，蓝色，我设不中的话，我站到那边给你们设。不要哈，这么大，哎，这么大。真的很难，给他们自己设了。哦，我玩一个啦。好，玩一个。哦，夜市常玩的。哦哟。真的很难的，很难的。真的不简单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点个试一个，怎么会超难的？而且它这个标记超尖的。我跟你讲，蓝色，蓝色哈，深蓝色。